Bonjour, Asante，系 Asante。咁啊，一周可以有好事，可以有坏事啦。咁我改个名啊，串啲啫。一周坏事回顾。咁啊，本周咧，我会讲三样嘢啦。系第一就系即系啱啱发生嘅，咁啊唔算系人道毁灭，因为咬到个辅警啊，早两日噶啦嘛，咬亲佢，咬伤咗。咁啊，突然间话要大量杀呢个野猪，咁啊。最新今晚消息咧就话嗰只好似已经杀咗啦，即系咬新人嗰只猪啊，咁咧就话要喺未来嘅时刻大量捕杀咯，即系市区度，咁咧就人道毁灭喎，咁咧就有啲爱护动物嘅团体啊，野生动物嘅团体咧就出咗个，我觉得个声明非常之正咧，就系话即系杀猪咧，你人道毁灭从来都唔人道，系人道又冇理由毁灭。人哋嘅生命啊嘛，即系如果我哋少少佛嘅讲法，呢个众生平等，即系猫狗咁，你约束都唔啱啦，杀即系你唔应该告得噶嘛，系咪约束噶？咁呢啲系因为我哋有西方文明入咗嚟我哋个法律啫，大陆啊食添啊，我始终冇试过，即系食狗肉啊，成世人都冇，据讲有罐头喎，咁我会唔会心思思买嚟食咧？反正未食过都唔会噶啦，咁样即系话。好奇都費事啦，唔應該啦，係咪先？咁啊，接受咗呢個西方文明啦，狗咁，但係我其實接受所有動物都唔應該即係一視同仁。點解狗啊？狗就唔食得，其他動物就食得咧？咁樣咁大家都知啦。我都有研究環保嘅，大家知嗰個飼養過程其實好不人道嘅，即係所有豬啊、牛啊、狗啊、熊、鵝啊咁樣。鸡啊咁样，即系养嗰个过程系非常之即系残忍嘅。咁咧就人类其实就几罪孽。咁但系呢啲我控制唔到啊，大佬。咁大家食少啲得唔得咧？咁样如果大家食少啲，咁啊少啲罪孽啦。人类系咪先？即系养嗰个过程唔好咁人道啊。咁啊野猪咧，你中意佢嘅，佢唔系一个令人讨厌嘅嘢。我发觉即系真系咁巧啊！2个礼拜前，听日又星期一啦，可能又行山啦，去香港岛嗰度。行边度咧？即系喺山顶，喺新疆山顶有条路啊嘛，有斜路。今日布力径啊，嗰度行翻落去斯洛伐道啊，咁样。我哋次次我同个 friend，同我学生就系咁样行。咁样行嘅时候，竟然上两次同佢行山都撞到野猪。咁 啊，我自己喺北区跑步咧。就试过成群羊嘅，见到咁应该系附近有农家嘅关系，成群羊走咗嚟啊！咁啊见到牛，见过牛有牛嘅嗰度野牛啦，当然咁啊去行大家如果去郊外行山时都见到牛啊，大家都见过啦，系咪？咁即系你要明白啊，呢啲其实就系一种好好嘅嘢，好珍贵嘅。即系如果细路仔啊见到呢啲野生动物咧，咁其实佢哋又点会？伤害人咧，系咪先？咁问题即系马骝山啊，咁样我哋都有啦。咁又好麻烦嘅。究竟系佢我哋入侵佢嘅境界啊，定系佢入侵我哋嘅境界咧？就未必系。咁如果猪野猪，其实佢个繁殖咧，即系惊佢繁殖得太多，咁啊渔农自然渔农护理处护理噶嘛，因为而家杀猪。杀就唔系护理啦，系杀啦，系咪先？大开杀戒咁啊，相当唔好嘅一回事，相当唔好嘅一回事啊！唔应该杀生噶嘛。咁啊，因为咧有呢啲咁嘅事咧，咁啊大家都好唔高兴啦，系咪？咁都因为个政府做嘅，又觉得个政府唔应该杀啲猪啊咁啊。咁啊，冇计啦。咁而家唔知点咁样，系咪？即系。應該係反對啦，咁呢個有個即係愛護野生動物嘅團體啊，反對緊啦，發動緊啦，咁我諗嘈啦，嘈上國際咧就又要咩嘅？咁你點解要突然間不嬲都有啦？野豬你算係有禍患啦，咁佢哋做法係捕捉咗佢然後絕育噶嘛，幫啲野豬係咪？大家都知睇到新聞係咁啊，咁而家做咩要大開殺戒咧？因為咬親個輔警，因為警察條命啊矜貴啲係咪？点解唔系警察唔醒目嘅？俾只猪咬到咧，咁啊，成件事嘅
啲人竟然同人哋諸多，咁證明呢個政府係幾咁不受我哋嘅欣賞，係咪？所以結果有事發生咧，我哋全部都站喺豬嘅立場去啊！即係係啦，還我豬權啊！食少啲豬係咪？啊！要求野豬有丁權，唉，冇咁講笑啫，講笑啫。野豬有丁權啊，咁啊，佢有個生存權利咧，因為我唔好話野豬啊，咩咩豬我都冇機會見啦，係咪先？咁啊，見到啲野豬幾得意，其實佢同豬係一樣，不過佢係咪啊？生曬啲毛，好似話食得嘅添，依然係一樣嘅啫，食起上嚟就係咪？啲肉可能仲好食啲添，實啲。咁啊，有曬啲箭豬毛咁樣嚇，咁啊，豬係相當聰明嘅喎，據講，即係佢係比其他動物聰明嘅喎，比狗聰明嘅，所以當然佢都有性嘅喎，其實係有性。咁啊，野豬但係冇人養嘅，陰公，普通豬就有人養嘅，可以當寵物。咁啊，但係算啦，係咪先？即係呢啲運即係送去新界都唔得啦，諸如此類，香港保育區。摆咗啲豬喺度咁，咁新界即系食咗佢多噶啦，咁啊野豬啊，我真系我哋唔系好明白，其實嗰次行，你而家講兩個禮拜前咋，喺港島嗰度行山咧，係見到好多幾次見到，咁係咪近來天氣點啊？定今年繁殖得多啊？定點咧？咁啊真係唔知啊，係咁啊等啲專家處理啦。咁我覺得較為人道咧，就唔係殺人啦，係咪先殺即係唔係殺豬，而係即係。同佢做絕育手術啦，係咁希望呢件事嚇，希望可以啊妥善解決啦。咁啊講咗咁多個殺嘅字咧，可能呢條片係黃標啊，因為而家呢個，我都話點解阿蕭生嗰條片會黃標都唔明。咁佢而家上訴成功啊，咁但係又係冇咗廣告啊，屌真係衰啊，相當令人討厭啊，即係呢個。咁啊，本来整咗个节目讲大数据啊，佢又狂飙咗。咁啊，好呢个押后推出，系呢啲学术节目可以押后。但系我而家啲时事冇得押后，我押后一个礼拜。即系比如呢条片，听日依家唔出，听日都要出噶啦，系咪先？但系佢唔得，你如果等五个钟头上诉咁我还好啊，咪等咯，等五个钟啊，唔系，下个礼拜先啦。咁播嗰阵你都唔知咩嘢，系。所以做 live 啦，唯有做 live 啊，唔使惊。好啦，呢、這个猪的故事就讲完啦。咩啊？未讲，大家计散有奖，咬到你又点样？我好似系澳洲最近都杀嗰啲袋鼠啊，野生动物。咁啊，冇啊。我唔系住喺半山啦，咁你住半山嗰啲人成日见到啲猪喎，应该相安无事喎，即系佢其实唔系攻击人类，因为啲人会喂佢啲嘛，马骝都系，咁共存啦，吓众生嘅嘢，唉，好啦，咁啊猪就讲完啦，咁啊讲下扶贫啦，扶贫重要咧，定系发展新界北区重要咧？扶贫就因为。突然间个扶贫委员会开会，咁啊讲咗个报告，咁啊贫穷人口咧竟然系升到23.6%，即系争1.4%咧，就 exactly 1/4啦，即系25%。咁啊睇到当然嗡嗡嗡声啦，哇！你香港你竟然有，你唔系1-2% 贫穷人口，几个 percent 贫穷人口啦，原来竟然25%，系165万贫穷人口。咁啊，當然係驚人啦！呢、這個數字，咁啊，面對呢個咁嘅數字，咁大家應該點咧？咁樣唔知點噶嘛？咁啊，但係竟然就話舊年好成功啊，因為每人派咗1萬，咁啊165万就跌到55万，55.4万，23% 竟然又係跌到7.9%，貧窮人口啊，咁啊好好，哇7.9%。冇事咯，即系，系嘛？接受啦，7.9%都勉强接受啦。咁我个做法只系每人派1万啫，舒缓咗咁紧要，咁啊钱几紧要咧？青年人数咧，本来系27% 贫穷人口青年啊，即系当然我管就业嗰啲。咁啊派咗介入之后，派咗钱就跌到14.3%，都好啊。
我哋最紧要而家香港其实咧欠缺讨论啦，冇得讲啦，政治嘅嘢点样留住啲年青人？香港个社会讲啲咁嘅，我系吴淑贞嗰啲咁嘅死老钳婆啊，嗰啲咩陈茂波嗰啲阻住我收成啊，嗰啲就话唔要啦，呢代年轻人唔好要嘅啦，黐捻线嘅，系即系咧冇咗新一代咧，咁啊乜边个社会都没落啊，贫穷啊。是咪？到时都拱啲老嘢出去做嘢咩？老嘢咧，部分咧，咪啲男士咧，穷嗰啲啊，唔俾中援嘅，啊唔俾生果金咁啊，焗住都要做咧，执纸皮都要咧，做小贩咧，咁啊真系逼到好多人做嘢嘅，咁啊，咁就唔人道啦，所以嗰啲猪啦，不如好似啲猪咁毁灭咗佢算，系咪？咁啊唔掂噶嘛，所以咧，贫穷老人多都系。社会问题啊，我就好觉得嘅呢啲嘢，因为我细个嗰阵周围都系同我差唔多年纪，而家咧又系喎，咁就吓嘅一跳啊！屌我老啦嘛，我老梗系后边多好多后生仔出嚟啦。咁啊，点解我咁中意去跑步、去运动啊、去球场嗰啲地方咧？就嗰度真系好多年青人噶嘛。咁你行过都觉得有啲朝气啊，大佬呢个社会、呢个城市仲有嘅，但唔好搞到即系你睇数据啊。年青力壮嘅人开始纷纷移民，咁点搞啊？咁其实而家香港嘅重要嘅要做嘅嘢咧，就系设法子留住啲香港年青人。虽然我呢度讲咧，成日叫佢走啦走啦咁样，呢个好负气嘅说话，就系因为近来嘅政治环境呢一年嚟年几嚟，系咁我亦都希望咧个问题出现咧，就逼嗰啲系当政嘅人咧认真谂谂啦，系咪五大诉求冇，你都要回复翻。民主制度啊，半民主都好啊，系咪？你系要打击嗰啲吓民主派代理人咁，呢批打击完咁，你系咪要俾翻冇乜历史包袱嘅一新一代有个正常嘅参政途径，正式有啲诚意发展民主咧？我睇就好悲啊，因为基本上佢系借呢样嘢咩港独啊呢啲咧，就打击呢个民主运动。咁而家。唔好实成功嘅，佢一定成功。但系成功之余咁点咧？成个社会啲人咪走咯。咁我你点能够叫佢留下低咧？系咪嗱？曾玉成嗰啲叫佢留低，好勉强嘅。其他嗰啲建制嗰啲啊，年青人唔好走啦。咁样插婆仲衰啫嘛，你上大湾区啦。咁样成日叫你，即系你面对呢啲咁嘅环境，我系年青人冇希望噶嘛？呢个社会咁我唯有本来冇机会喎，而家父母系 BNO 就已经可以咯。一代咁越嚟越松喎，跟住澳洲又放松喎，呢个系全世界嘅问题，人口唔够，好多发达国家反为先至系人口唔够。咁佢有新嘅移民政策，放多啲第三世界嘅人嚟，合理喺佢哋嚟讲唔紧要嘅，佢唔最紧要佢有好嘅计划，吸引啲人才，即系各国嘅人去。咁而且对自己个国家个文化个传统有信心，嗱呢个真嘅。我就算嗱，有啲你我有啲地方我冇去过咩咧，比如加拿大冇问题啦，澳洲我觉得我冇问题，因为耐咗冇问题，甚至乎中意个地方添啦，英国冇问题啦，咁甚至系北欧我唔中意个天气多，系都冇问题，因为个社会制度啊嗰啲，啲人啊咁啊文明啊咁我就得噶啦，福利齐整咁就移得过啦，系咪先？系惯唔惯嘅问题啫，即系移民系惯唔惯嘅问题，我哋唔会惯啦，老咗啦，因为。或者我哋仲有少少使命留喺度，睇下佢点衰好，同佢片一片，有机会同佢冚一冚好。咁咧，但系你话后生即系唔可以要求佢咁嘅，咁冇理由嘅。即系都坐几年监出嚟，又继续挨啊，俾人割韭菜咧咁，我不如即系人道啦，真系人道啦，啊为佢哋着想，你有个机会可以。基层啲移得民，咁而家系一个好机会，即系你有手有脚，有香港嘅精神，有嘅传咗落去噶，狮子山嘅精神。其实我见啲后生仔咧，即系我讲基层嗰啲啦，比如你就系做送嘢啊嗰啲咁啦，嗰种装修啊送嘢，即系呢啲真系基层工作啦。佢哋嗰种快靓正同即系灵活咧。做基层工作咧，呢、这个我系相当欣赏。咁我喺外国生活过嘛，外国的鬼仔好鬼懒噶嘛，
係即係唔係歧視黑人又懶，特別係印巴嗰啲懶添。華人咧就真係咁，佢哋都認啦。唔知點解咁勤力又醒，做嘢自動波搞掂。所以我完全唔驚話，即係去咗英國嗰啲啊，生活唔好，可能因為有啲人信啦上網啊。我話大家真係定啲得，你只要攞翻香港嘅精神出嚟咧，一半到四分三，你發覺俾香港 relax 一慣咗咧，俾香港 relax。但是比香港的成就好，是不是？那时候我都知道，我前半生是工人来的嘛，那那时候已经是公务员了，那叫做脱了贫了，不过去读书啫。但我想想，如果我即是哦生活不好，我在这里做回基层的工作，这样那我就做餐馆咯，或者其他我喜欢做，即是我喜欢做，因为我喜欢煮下嘢食的嘛，我只是整炒饭卖咯，一个小小的生意，小老板做。某啲特色嘅食物咯，賣炒飯最好啦。設計十款八款不同，咁我就可以生活到啦。而我生活到，仲可以係報半天添喎。我嗰度啲餐館做半日，可以做半日，揾人 partner 啊，一人我做，你做上晝，我做完 lunch 就走啦，係咪？早餐 lunch， 跟住揾人做晚黑嗰段，咁咪得咯。咁，哇！我諗埋啲咁嘢嘅，不過就結果又翻咗嚟香港，當然啦，就做講師添啦。咁啊，算係即係。花样多啦，香港始终系花样多嘅，即系翻得嚟啲人通常都系中意呢样嘢，因为我机会多啊，花样多。但系你个代价就系你喺嗰啲地方你冇咁多花样，但系个生活平淡，系咁啊。如果有环球嘅吓、听众系嘛，大家都可以留下言啦，系咪真嘅？即系咧，毛岸英炒饭死咯，你真系唔好讲毛岸英，毛岸英因为整。煲饭啫，煲饭俾人睇到啲烟咁啊，俾美军炸死咗。咁啊，扶贫咧重要定系北区发展重要咧？其实 obvious 系咁啊，个贼婆就戆居居啊，又系走去咧就掉个大计划出嚟，就氹啲大妈洒落水，然后就啊刺激翻香港经济。咁其实咁你发展土地啊嗰啲人口开始少咯。咁你仲搞地产项目北区咁样，咁里边嘅人口政策一变啊嘛，唔会放咁多人落嚟嘛。以前就系咁放啲后生仔落嚟，佢而家后生仔自己都唔够嘛，人才啊，后生仔自己都唔够，佢未必肯再放落嚟。香港系靠自己啲人口承接香港个社会噶嘛，咁咧唔系谂呢样嘢，就竟然净系谂埋咧呢啲咁样又搞地产项目，咁你见咧？佢搞嗰個北區大計劃咧，即係施政報告，老共唔講，冇人睬佢，基本上。咁早兩個禮拜你見啦，即係要記得呢啲嘢。佢上去開會，本來約咗深圳個市長，突然間唔睬佢，叫佢翻嚟啦自己。咁咧證明佢係好失勢嘅，即係賊婆好失勢。咁但係有樣好簡單嘅嘢咧，就係扶貧啦。咁如果呢度做到啲成績咧，唉，即係走咗。忘记你算啦，而家咧你啊走咗都俾人诅咒啊嘛，呢个彩留翻阿茂波啊，派多一万，最少呢一两年唔好出事啊嘛，同埋减缓嗰个走人嗰个气氛啊嘛，其实几难噶，你问我咧，我觉得你做好多嘢都未必能够阻止到呢个移民潮，但系你起码咧嗰啲心里边即系仲系十五十六或者有老人街到香港唔舍得咁。就咁走咗去嘅年青人咧，佢可以等耐啲，所以我不嬲叫年青人等下先，即系捱到仲可以捱，或者有秩序去移民。最好嘅移民咧，我覺得係你，比如即系你已經讀過中學啦，或者讀過大學啦，最好。咁你儲一筆錢去讀一年書，讀一年書。如果中學咪讀專科學校咯，係揾啲專科學校改善咗英文，然後先去移民咯，去英國咯，或者澳洲。如果读个大学冇所谓啦，拣一科 postgrad 一年嘅，咁我成日都话我想再去读就系呢样嘢啊嘛，搵个哲学学，搵间哲学学有哲学系嘅，读一年，即系神学，我想读比较神学诸如此类，咁啊正式啦，翻嚟就五个学位啊，三个法律学位，两个哲学学位，边个够胆计我就屌审我，我喺度讲学问，讲三日都讲唔完。唉，淨係呢樣嘢都嚇死嗰啲官啦。
好似做節目咁樣，係個腦裏邊 data 多，我係咁噏，係咁啊唔驚啦。講完咗，講完咗，講去邊啊？嗱，如果你話即係發展北區係未來香港嘅方向，不如先扶貧，穩定個人口，即係等年青一代唔好走。係當然啦，唔係咁簡單噶啦。咁啊要老共選埋個立法會啦，咁佢就知啦，香港人個心意如何。自然明噶啦，咁嗰陣時你先至決定咧，即係究竟點樣安排，即係點樣安排，點樣治理香港？你話唔使噶啦，共咗嘅，好似大陸咁啦。唉，我哋肯，老共唔肯咧。香港你諗下，佢望下個歷史，香港係個生金蛋嘅地方，係佢能夠四個現代化，心中有數，尤其是呢班領導人。上一班領導人未死，呢幾十年發展得力香港係幾大咧？係咪？我哋唔覺啫。喺佢嚟講，有咩事？香港掂唔掂？有咩同西方搞唔妥？香港嗰度搞先得唔得？有咩 project 冇經驗喎？香港試下先得唔得？呢啲咪重要性喺呢度咯。啊，冇人才，香港攞啲嚟使啊，借啲人才，吸引人才上嚟，係咪？同聲同氣，即係大家係講中文啊嘛。咁你容易啊嘛。鬼佬鬼佬格格不入好多嘢，人哋肯嚟，未必中意你啊嘛，几年就走啦嘛。所以你话香港几重要咧？对中国，为中国储财系咪？孙中山讲噶，香港大学成立嘅时候，其中一个目标系为中国储财。当时嘅中国系晚清，而家真系有晚清个气氛，我觉得。咁呢个咧，带落我哋下一个话题，最后一个话题就系美国议员访台。晚清就要點解變為一個廢到無倫嘅帝國呢？就因為打輸咗一場甲午戰爭啊嘛，係咪？唔差嘅喎，如果你純粹講 GDP 啊，或者發展啊，清朝都係發展緊嘅，臨尾係咪？改革咧都廿層，即係有康有為上書，即係有一個可能個方向，即係中國啲臭老狗啦、知識分子咧、憂國憂民，就建議咧進行呢個維新。系百日维新，结果衰咗啦。维新咩咁咪杀咗个谭嗣同啊？咁有啲似香港个反送中运动啊！呢个革命失败了，改革失败了，咁啊继续帝制啦。但系从此就沉沦啦，系冇得救噶啦。系咁唯一即系话。好嘅咧，喺中國嚟講，香港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啦，仲有台灣有咗民主啦。咁台灣嘅民主咧，香港有自由有法治，開始冇嘅。咁但係咧，經驗重要，資本主義嘅經驗就比台灣更好。但係台灣嘅民主咧就相當唔錯啊，世界認同啦，而且佢地方大啦，起碼有軍事啦，咁而家有國際啦，有國際啦。咁所以台灣佬其實～即係你作為知識分子，即係個空間係好多，比香港，但係香港喺正側邊，隨時大軍壓境，你講乜都唔襯啱啊！咁啊，但係問題而家台灣咧，呢、這個禮拜咧就幾緊張啊，因為個軍即係有個軍機啦，軍用嘅行政專機裝咗究竟幾多人咧？而家參眾議員原來有六個軍官助理軍官。同埋嗰啲助手共十多人，咁即係軍官幾個啦，議員一批啦。咁呢個組合係有點而神秘嘅，係咁啊，唔神秘就佢去嗰邊啦，結果都俾人知啦，係咪？去過總統府走咗未？我都唔肯定喎。去過總統府，去過國防部聽取匯報，聽取匯報喎，即係開會喎，即係台灣嘅軍方喺國防部嗰度同佢開會。做咩啊？介绍台湾，我哋而家有几多军队？我哋嘅一般嘅防务如何？我哋嘅后备兵役嘅点样？诸如此类，系攞佢嘅信心，美国嘅信心。咁点解要攞佢信心？几十年嚟都唔攞，唔系话和平解决嘅咩？根据两吓美国嘅三个联合公报啊，美台关系法都系要求大陆，唔系佢建交嘅条件嚟嘅，即系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啊嘛。咁即是说美国从来都没有同意你用武力解决。
咁但係而家似乎越嚟越近咧，出現武力解決嘅現象。咁所以美國係緊張啦，台灣都緊張啦。咁佢呢個時候嚟咧，老共當然就癲咗啦，係咪先？咁啊嚟咧，佢係由台灣，唔係台灣政府，即係唔係蔡英文叫佢嚟邀請佢嚟。蔡英文話冇要求過佢嚟，冇邀請佢嚟訪問，而係由 AIT 協調同安排。AIT 係咩呢？美國駐台辦事處，喺 American in Taiwan， American Office in Taiwan， 即係等於大使館啫嘛。咁個大使館究竟點解會安排咗咁嘅嘢咧？咁仲係蒙下蒙下喎。台灣政府咧就低調㗎啦，就唔想回應唔講咁啊。但係又俾你知佢去過呢啲，去過總統府，咁好大件事嘅。佢有軍事嘅代表，有軍官、國會議員坐軍機，係官方嘅。咁當然啦，有啲講法就話佢係因為台灣共和黨準備做啲高姿態嘅嘢，因為拜登個民望啊跌得好低，而家咁啊急於要趁佢病啊要施壓力啦，好快又選舉啦，即係兩年就選一次啦，即係依家今年係唔使選啫，出年就要選噶啦，咁又要爭啦嗰啲咁，呢個可能係一個考慮，但係似乎唔係淨係共和黨嘅人冇講到係邊啲人，即係呢六個議員係咩議員，講到幾個當然都係共和黨啦。咁共和黨似乎係更熱心啦，因為佢係要推一個叫做台灣 Deterrence Act， 台灣威嚇法啊，或者係震攝法啊，震攝邊個咁啊？震攝老共啦，因為就準備咧嚇，俾20亿個防備款佢，咁佢好似係軍事融資喎，叫做軍 finance 啊 ，military finance。即是指什么呢？总之是让你用住先。融资的意思就是是吧，我一般理解即是嗱，我肯给你了，银行摆了钱你用啦，咁那没说不用还嘛。但是呢，那你用来做什么？即是帮我买东西嘛，那怕你没钱嘛。那台湾其实 不差的，近年的经济钱是有的。20亿香港都有啦。白老而已嘛。唔係好多嘅啫，但如果攞嚟買高科技武器咧，就大件事啦。即係咧，你最驚嗰啲，即係有精力，有即係百發百中嘅飛彈啊，即係啲精準武器啊，係咪？啲大殺傷力嘅武器啊，特別係隱形戰機啊呢啲咧，咁咧就提早交付佢嗰種 F-16V 咧，就話即係可以克制中共嘅第一，即係而家嘅第五代歼20啦。咁做啲咁嘢，即係美國做嘅呢啲咁嘢，咁呢好明顯啦，成個局呢就係佢嚟睇下你，即係擺明嗱，我通過呢條法例撐你好唔好啊，咁冇得話唔好嘅，梗係好啦，跟住就問我哋睇下你掂唔掂喎，值唔值得我俾20亿你喎，其實唔止20亿㗎喎，一講到呢樣嘢即係話呢好似越戰咁樣，一踩個氹，踩只腳落嚟就掹唔返㗎啦嘛，越踩越多，咁啊睇你掂唔掂喎？要咁佢嚟，原來就係做呢樣嘢。咁你用 PowerPoint 啊、匯報啊咁樣。而家我哋台灣嘅防衞情況弱一弱啊咁。嗱，早嗰輪都見佢又派啲教官嚟啊，幫你教訓練啊咁。台灣嘅軍力究竟點？美國嘅軍事專家完全係好清楚，完全好清楚。佢嘅合作太多啦，係先比大陸嘅清楚好多，情報人員清楚好多。所以咧，基本上咧，佢要肯定你能夠打得到仗。佢先至支持你，如果唔係話咁，你一打就輸嘅，咁一日係完嘅，咁啊算啦，無謂嘥啊，老美就冇啊咁啲，咁啊好複雜嘅呢、這個咁嘅關係。嗱，去到咁咧，就變咗拉咗弓，擺咗台灣呢支箭，準備射過去大陸嗰度。台灣想唔想做呢樣嘢？蔡英文想唔想做？其實都有啲疑問。蔡英文係想搞台獨，但係你好大難度啊嘛。今時今日係咪一個好嘅時機？最好係老共冧啊，咁樣冧咗啦，咁咁啊，梗係獨立啦。但係未啊嘛，而家唔係爛船嚟啊嘛，佢隻船壞咗啫，壞壞地啊。經濟嚟講啊，佢仲係行得好，即係行到嘅船仲好強力嘅，
很强国力的一个国家来说老共现在这个 moment。 所以呢我觉得蔡英文就是有分寸，我不知道说他的人有分寸，他不是想在这个时候，尤其是 你明白呢，美国想你打你就打的，没理由那么老衬的，是啊，咁你问下台湾嗰啲 KOL， 香港走咗嗰啲好唔好啊？打仗好唔好？打拆老共好唔好啊？你咁惊老共走咗嚟，你我哋呢度而家我帮你打拆佢。香港人就好似觉得打打打，嗱、啊、个个梗系唔好啦，系咪先？台湾嗰啲人冇人民都唔想，系打咗有得独立喎、啊，唔使唔急系嘛？反正而家都独立咗啦，名义上好听啲啫，引起战争就难讲，后果难料。好啦，可能就唔想，但系而家咧。箭在弦上咁嘅款，咁啊相当危险。但系咧，一直都喺第一线啊嘛，所以，但系我就觉得咧，越系表面危险咧，台湾越安全。暂时嚟讲，最紧要你唔好主动啫，啊宣布独立咁，因为咧老共明噶嘛，咁啊大家始终系台湾人自己想啊，定系老美而家呢阵玩嘢系咪先？老美想打仗。佢唔想打仗嘅时候，你台湾唔敢打；佢想打仗嘅时候，你台湾唔能够唔打，系咪先？可以系咁噶嘛？咁如果咁嘅话，咁喺老共嚟讲，就冇理由喺呢个时候打。呢个时候打，好坦白讲啊，即系我觉得佢胜算好低，即系老共啊，能够唔知点打，即系任我沙盘推演咧，打外岛，打南沙太平岛，打东沙嘅群岛，打呢、这个。金门马祖打东引，或者大军就系过嚟台呢度打战舰，打美国啲战舰，任你用一个 model， 或者一开始就用飞弹打美军嘅冲绳嘅基地啊，菲律宾嘅基地，苏比湾关岛，直情用飞弹打佢，咁啊打窒咗佢啦，咁啊咁啊，我信老美始终唔敢打核战，核战大家都唔打嘅，打唔成，但系问题。用飞弹打咧，就大家都一定系互有死伤。咁老美制唔制咧？咁样咁，但系你唔做呢个 step 咧，老共嚟讲，你而家阻唔阻止都老美继续叫阿英文喐佢喐佢喐佢，搞佢搞佢咁。咁啊，老美而家即系近来嘅姿态越嚟越高。咁我哋一直有跟评论，大家都知啦。咁啊，甚至香港都好似受到影响啦，即系有军舰嚟咗啦，即系派咗两只，加咗两只护卫舰入咗嚟。护卫舰就冇嘢，即系细啲嘅战舰啫。但系而家啲战舰如果佢高科技咧，装咗飞弹咧，细嘅战舰嘅战力都一样可以好大嘅。有新嘅战力，细嘅战舰，咁啊喺呢度随时可以支援东沙，或者唔系咁，总之系摆定个阵喺度咯。咁啊，兵凶战危就咁解啦。系大家都预防要打嘅时候就班齐人马，立晒架撑，咁边日边条友擦枪走火咧，咁就打得成啦，咁样。咁啊，始终密切注意啦，暂时就冇乜嘢嘅，即系对香港人嚟讲，打得成你都唔使惊，我唔使储粮嘅，其实即系有包米嘅得个几日嘅啫。打场台风多啲咁啊，就要完噶啦，因为现代战争太过嘥钱，啲武器太贵，咁同埋你一打输咗，输就输噶啦嘛，输咗又冇事嘅。不过台湾输咗就即系。亡国噶啦，即系中华民国就正式灭亡啦，系咪？咁啊，但系佢又唔容易喎，输你肯输，老美唔肯嘅时候，佢都咁一撑咁，跟住全世界老美一呼唤，咁全世界撑，咁最少就和谈啦嘛。咁所以就完唔到件事。我哋成日讲话打大国话，你边有战真系打仗？讲就简单，但系咧，你话真系到话喂打咯咁样，咁你就算系。当为沙盘推演咧，你都觉得唔容易嘅事，唔容易会发生嘅事。好啦，讲到呢度都标准时间系够啦，系，拜拜，salute， 我问你，mon ami salute， 系，阿比恩多，明天再见，系嘛？咁啊，但系我哋未完噶，我哋继续，系，我哋可以继续吹阵水添，系嘛？